这是啊，哎，这我这这这怎么了？这是，我这不是来了一帮朋友喝酒吗？结果喝多了，喝多了就合成这样，这不打起来了？打起来了？啊，人家，人没事儿。啊，没事就好。哎，咱俩赶紧拾掇拾掇吧。别别别别，高大哥啊，我有事儿跟您说啊，坐一下。我呀，我先跟您打个预防针啊。 以后每个礼拜我这帮哥们儿都得来喝一次，每个礼拜都要来喝一次，啊，都打吗？那得看情况。每次都霍霍成这样吗？不一定，这次算轻的。霍霍完了，是不是应该拾掇拾掇啊？我拾掇啊。 今儿这不刚要拾掇，就来个电话吗？这儿有一个大项目等着我，必须谈。高大哥，都在一个屋子里住着，要充分的尊重别人的生活习惯，慢慢适应吧。啊，我走了。哎，对了，高大哥，别拾掇啊，我回来拾掇。哎，高大哥，别动啊，什么都别动。 你要拾掇，我跟你急，听见没？看见了吗？这就叫忽略平阳费全气啊！我忍，人一步风平浪静，浪三分，海阔天空。谁呀？有人没？谁呀？ 这个 cosplay 的 party， 这 party 我们一周开三次，三次。哎，高哥，你脚怎么了？啊？这房子我不住了，慧芳，你替我去把房租要回来吧。不是，什么情况啊？为什么不住了？ 我没法跟两个离家、跟两个混混坐在一起。小文，小文，小心点。我发现了，这个人又逗了你，喝凉水都滴啊！你说我离了婚，有家难回，好不容易租个破房子，还碰上两个小混混，这个经济刚，每周把那个房间喝得跟垃圾场一样，喝完他还打，多吓人呀！ 俺这个好小姐，每天晚上装神弄鬼吓唬人。你说一个白天一个晚上，这怎么在房间里待啊？这不是上哪？我觉着呢，男人呢，他不拘小节也挺正常的。他们俩我挺了解的，我觉得不至于。不至于？那你跟我说说他俩怎么回事？难道是故意整我的吗？明白了，这俩小子就是诚心在整我。 那你到底是走还是不走啊？还走，想你还没走，做梦。哎，你要不要我？
我去跟他们说一下呀。用不着，对付两个小毛贼，假的。你慢点走啊！ 大哥，啊，这是你的吧？哦，对对对，这是我那个人体面部解剖模型。都在一个屋里住着，你得讲功德。这模型你怎么到处乱扔？这多吓人呢！这个，这个怎么吓人了？哎哎，我这个人呀，比较无趣，我也没有什么爱好，我就是喜欢学习和钻研，因为我深知。 书山有路，勤力径；学海无涯苦作舟。夜精于勤，荒于嬉；行成于则毁于。行，你别说那些没用的，说正事儿。什么是正事儿啊？你喜欢钻研专业的东西可以，但你能不能不要把这些东西弄散了，到处放啊？这大晚上的，多吓人！就是啊，你这人体器官，你这儿扔点儿，那儿扔点儿，这什么习惯啊？这是。 刚才你听我说，这你就不对了。你那次讲的很好，就是大家既然住在一个屋檐下，就学会互相包容、互相尊重。你看，你也喜欢每周把朋友带回来喝酒，喝完之后还有可能打，对吧？你呢是喜欢 cosplay， 喜欢扮死神吓唬人，我都在适应你们呀。那你们是不是反过来也应该适应我？我就是喜欢钻研，这跟我业务有关。 我现在呀，只是带回来一些模型，假的。我过几天准备带回点真的来看看。真的？那就是刚从福尔马林液捞出来的那些人体器官啊，鼻子、眼睛啊那些。哎，你们过几天也给你们普及一下人体解剖常识，对你们好啊，你比牙医啊是吧？比老瞎门强多了。 小慧，还收拾不了你们呢。哎呦，我去，他现在他也太能忍了吧？他，他整个一得号忍者神龟呀！他，我看他现在是王八吃成，铁了心要跟这屋子里住下去。认了吧？认了。 哪儿成？我害他不浅，你知道吗？要是他知道了，我就住不下去了。他现在就是一人肉炸弹，随时随地都有可能。咣！到时候咱俩动手。关键以他现在这个劲头，一时半会他也搬不走啊。搬不走，哥们儿有杀手锏。咱卖房子，给屋不想卖房。假卖房子，我跟你说。 到时候我先搬出去，等他搬走了以后，你就说房子没卖出去，我再搬回来，不？哎，小建，哎，哥走了以后，你好好照顾自己。我跟你说，你这房卖的特别合适，你这房子一倒手赚200多万。
哥要是你哥也卖了，说再见大点声。再见哥，再见兄弟，保重啊。慢点，高大哥。哎哎哎，我走了啊。哦，走了。你也保重啊。好好好，回见。再见。你注意安全啊，好，回来了。你给我打电话啊。哎哎，再见哥。 高哥，嗯，艾哥都搬走了，你是不是也搬走啊？高哥，等会儿，艾希去了紧急岗，不回来了。他真的不回来了？真的不回来了？干嘛？我把他放进去。搬走了，你房子卖了就搬什么搬啊？你卖你的，我交了2个月房租，我得先住够了。我房租退给你还不行吗？那不行，光退房租哪行啊？你得交几个月的违约金才行。什么违约金啊？我们又没签合同了。哎呀，合同还不简单？我正拿户口呢，分分钟给你打印出来。哥，你不能这样，我年轻，我是年轻人，你看这给钱不容易，哥。你才多大岁数啊？你还能挣多少年钱啊？ 我才不容易你，我这么大岁数了，我离了婚，妻离子散，家破人亡，我容易吗？我家破人亡，哥，你也太夸张了，你们活得好好的吗？又没死啊！我快被你气死了，这么大人，急得那个旮旯里，我憋他妈了，现在好了，再也不用住客厅了。 特简单，特简单，老姐，老姐，老姐，来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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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该停了。来，。哎，这样到哪儿了？你想走吧？我快到了。你谁啊？我是谁，你都听不出来。你身边到底有多少女人？哎，这信号不好啊！啊，我这忙着呢。喂，回家后人这花心大萝卜。沈佳，哥，哎，你是不是喝多了？没多，我就是有点醉。来，跟哥走一个。我不喝了，我不喝了，我跟朋友约了啊。你少喝点啊。嗯，少喝点。没有，来，快。沈佳。哎。这几天也没见那几个前夫来啊，刚子更是没影儿。估计刚子哥出家了。他出家？他上夜总会出家吧？他？我刚子哥现在给人当私人侦探呢。真的假的呀？你看，那天姐，他鬼鬼祟祟的在那角落里拿手机偷拍人，他以为别人不知道呢。他拍谁呢？这事我俩就告你一个人了。刚子哥跟小雷姐呀。就是。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好几天了吧？对，哎，反正我觉得都好几天。小雷姐来了，我全都听见了。你干什么去啊？睡着了。
我是鲍小磊，金继刚是你雇的侦探吧？那是过去的事了，我们都离婚了。你们离婚了，我背黑锅算怎么回事儿？你过来，我要找金继刚对证。什么？哎呦，你可真逗啊！你让我过来，我就过来。你是警察呀？你不想知道你们的婚姻是怎么死的吗？现在这几个人都在，你过来，咱们当着面把这件事情清清楚楚的讲明白。好吧。 你等我。金继刚，小样，挂我电话说在外边喝酒，还躲着我呢，吓得魂不出去。 你就缺这点不要脸，嗯，一个，嗯，是吧？还有啥？就怎么还是让他走？没救了！啊啊，嗯，啊，叔，啊，没事啊。 你知道我多想你吗？我是最喜欢摸着你的长长的头发睡觉，一头乌黑的头发。你别哄了。 对不起，是金继刚房间，我喝多了，我上错床了。哎，你到床上睡去吧。我腰好像闪了。你先上床，一会儿我给你按啊。来来来，我。一二三四。 想的那样，你速度够快，又换了一个。对不起，打扰了，不着急，慢慢来，我们在外面等你。